天公疼好人。白茫茫的寒梦已经渐渐变红，阮的思念，阮的心声，你拢不知影。阿姐，你煞袂记得，我无食啦。我煞袂记得。阿婆，你是别插什么代志，以后会惹麻烦袂？袂啦，这是小我代志啦。搁再讲阿吉佬，甲我是哪个兄弟啊嘞？伊的代志都是我的代志，我定爱听到家底啦。阿婆，多谢，多谢。阿吉啦，咱两个哪个兄弟啊？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做代志哦，都爱讲道理，爱讲规矩。啊！这犯袂灵口哦，本来就是犯法的代志啊。对啊。嘿啊！啊，今仔日我会当人救出来，算起来嘛是讲做一件功德啊。嗯。啊，伊若讲正经唔放伊煞，无咱提前来个小心嘛。对哦，用钱就会当解决啦。梁啊，梁啊，啊你到底是欠伊偌济钱啊？要甲小心5000块。哎呦，你这戆囝嘞！5000块买只卡费高价嘛无够。梁啊！你讲出来，看偌济，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提出来。啊，是条钱哦，你免还，当作阮阿吉来甲你撮来骗金啦，好不？陈金大，是不是到你卡手，才咩才紧就来啊？也若无赶较紧的哦，车房煞付袂着，才50万，是要替丽红啊赎身的钱。阮陈金大特别交代，这50万我袂用收的。那你甲丽红这个代志啊？阮都有交代，只要你出面，一句话准啊准煞。啊，这50万呐，请陈大你摕转去。嘿，急啊！恁当初安尼做是啥物意思啊？真简单吧，伊想要交你这个朋友啊。哦，啊，啊，若看这落办事，恁当初无甲我拖落水，那甲钱唔甘办咯？陈金大，恁哪安尼讲啦？别人想要落水，阁无资格嘞呢？阿庆啊，我讲安尼你看到无？阿婆若是袂恢复记忆，阿杰来找伊斗三工，叫伊去乌都乡吼救丽红啊出来，伊绝对袂答应，对无？系啊，若是照阿婆较早咧唱歌的时，遐尼斯文，阁遐尼有耐心，恁方拍伊都袂得手。伊要哪会讲去找人相拍？唉，伊即马恢复记忆啊，
较早的罗马成果也起来，以后哦，麻烦你代志就做啊。那么叫安尼哦，甘愿卖哦，精神了，佫较好。咱哪有法度啦？咱若知影讲伊伫当时也要清醒起来，咱较早也是咧烦恼讲哦，伊若清醒起来吼，会去出家食菜。佮若知影安尼吼，规家哦，伊出家食菜，比佫了落较好。是安怎偏偏啊？代志要发生伫阿吉来你个良爱身上啦？ 阿伯要甲斗三工嘛唔对，唔甲斗三工嘛唔对，若要甲斗三工是去中着乌社会圈套呢。啊，若唔甲斗三工呢，人阿吉来将阿庆啊害咱，阿伯才会当甲伊结婚呢。啊，怎么目睭金金来看阿吉来咧无某？安尼咱心肝内面艰苦。阿吉来这镜头吼，是当着这查某囡仔才好起来。啊，论真哦，阿吉来无依无应的，你知？ 啊，唔管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是安怎啦？最起码吼，伊是阿吉拉温情人啊。爸爸，嗯，你哪会遐尼晚才转来？阿公和阿妈都在等你吃饭呢。啊，是吧？爸爸，阿妈烦恼你哦，会跟人相拍呢。 大家不好，对不对？嗯。没啦，爸爸没跟人冤家啦。阿姨叫我不要跟同学打架哎。嗯，安尼哦，你都要听阿姨的话，做个乖孩子哦。嗯。乖，去做功课哦。嗯。 嗯，啊，对啊，啊，代志办了呐，顺顺无？无啦。公务，暂时是交代过啦。嗯。也毋过代志哦，恐惊无啥人简单就煞。啊，遐尼要安怎？啊，钱也好伊啊，啊，但是无法度解决，安尼就废弃啊咧。唉，阿吉阿真害，把你查某引起来，啊，偏偏惹一款麻烦。这嘛袂用安尼讲。 即落叫做缘分啦，敢若你伊个阿兄啊啦，自细汉斗阵啊大汉，啊恁个感情嘛是真好啊，啊伊阵啊你去无爱甲伊结婚，啊走去台北见你哥哥哦，啊才倒转来，结果恁嘛是斗阵，即叫做缘分啦，真的。因阿来就啊才做伙啊啦，伊嘛一直嗯阿吉来看会当甲生一个孙好伊无啊？ 结果呢？阿吉拉都无法度咧，是伊这个丽红这个查某囡仔，是阿吉拉会当立时啊活跳跳，暗时啊也活跳跳，变一个男子汉呢，变一个乌托克伊毕业哦。阿爸，你讲的哦，我了解。你的意思是讲我无聊就无用就对了。阿爸唔是讲叫你一定得爱去甲人安怎都安怎啦，但是咱做人哦。 人情义理爱捌的。阿婆，我小水兄好啊，你先去身躯好不好？好。好啥呐？是安怎？对阿爸，你甲你讲，你无欢喜啊？无啦，哪有啦？本来这个代志哦，我都无想要阿爸知影。哟，阿婆，我是咧烦恼讲，这件代志你若插无去。 啊！你都无时间去找江海清解决东东的问题，啊嘛无时间去找头路。我紧啦，遐代志哦，暂时先啊摆喺边啊去。唉，我即马上头壳疼哦，都是李红的代志。迄奇怪咧，伊是安怎牵来牵去甲邓小环的？吼，啊那甲邓小环角头有关的，啊这啥代志都严重啊！我唔惊啦，我有法度通应付啦。我知影你有法度通应付啦。 你唔惊，我会惊咧。你是有前科的人咧，万一代志若你遐大，警察若要抓，随时就应该你抓入去啊。你即声若是搁入去，搁互关咧七年，阿婆，你即世人就真是乌有去啊。你放心啦，莫遐尼搞操烦啦。我即马头壳已经洗落去啊，敢毋知洗一半，将我规拢放落去，安尼也起来免咯。
好啊啦，莫恁搞操烦啦。只要咱若是平常心做代志哦，天公一定来肯听头。哥，我安尼正下来。是啊，等你来不？等来。等来啦，你早就等来呀。你啊。家己家己做，阮阿吉来解决恁代代志，毋知解决了安怎？啊！阿婆去家己是有阿吉来代志哦。是啊，伊无甲你讲哦。啊，你我知，一定是惊你甲骂啦。小人啊，那你阿奶的代志，敢若我阿孙阿的代志啦，我哪会干嘛啦？伊拄仔转来，我才咧怨叹呢。哎呦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。那阿婆啊，听到阮阿吉来出代志哦，早比别人较紧啦。颠倒是我咧烦恼，毋知害阿婆啊，搁再聊落去。代志看也袂遐严重袂啦，啊！你小姐，我来叫伊来，你直接干嘛？无啊，无啊，无！啊！你要去嘉义替阿杰来办这件代志，你先哪免甲我讲？无啦，我是讲也无啥物大件代志啊。啊，甲你讲哦，你是加烦恼的。好啦，算你学得过伊脾气啊。啊，无我即马来去阿来姐因家啦。啊？你因家要创啥？我都提这五十万要行伊啊。啊哈！恁阿奶就顶卖来伫咱兜啦，阿奶，来来来来，阿姐，代志我已经甲你办好啊，啊，这五十万哦，伊唔敢收啦，我官方不同提登来行李啦。哎，无咯，阿婆啊，这五十万是要甲李红赎身的呢，伊无甲咱收，等于代志无解决啦。你放心啦，既然甲我若出面哦，这个代志哦变作我的代志啦，因以后袂阁找你的麻烦啦。嗯，安尼嘛唔对咧。啊！一寡代志拢挂在你的身躯里，啊！万一若害你惹出什么代志哦，我哦。袂啦，阿太姐，代志无遮尼严重啦。唉，难是讲李芳啊哦，甲阮阿吉来斗下无，这款媳妇我是难敢爱啦。阿来啊，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啦，什么人要配什么人，拢做好好滴啦。啊，你也莫伫妄谈讲李芳的出身是甚么款。人讲甘愿娶表来做某，唔愿娶某来做表啦。我若照你安尼讲，我唔得甲当作宝啊！啊，你若想讲宝，伊就是宝啊！你无听人讲，鱼才成怪，神就成宝啦。哎、欸，你爱知呢？伊甲我姑嫂，比如甲做伙，一粒亲像定时炸弹，什么时阵爆炸都唔知。哦，恁爸愈想实在愈烦恼。阿爸。啊人讲吼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凡西啊吼，李芳叫阿杰啦，会变成一个贤妻良母，无不得靠啊。啥？迄款的查某变成贤妻良母？嗯。来听后，铁树开花，天顶落红雨啦。穿白大袜是要创啊？我这是要摕来给阮阿奶阿爸吃的啦。阿奶阿姐，啊，你到时拢无人煮饭哦？本来是阿奶阿爸家己煮啦，啊，昨日无用迄个地方的代志，不过伊心情真歹，大概两天无食饭啊。啊，你哪知伊两天无食？嘿，我都骑车对阿旺家的那面店啊过啊，啊，看到阿奶阿爸吼，家己一个伫遐食面，啊，搁食蚵仔煎。我都偷偷啊吼，走入去问王姐啊，王姐也甲我讲的。丽红啊，啊你若坐伫遐哭，你是自昨暝哭到即阵拢无睏咯。我伤心啊，我要哭啊，你莫管我。啊，我是恁翁啊，我当然爱关心你的啊。啊，你哭到若目睭青面，要安怎？你敢真正那么关心我，把我当作是恁某？当然的啊，我若无将你当作是阮某，我若着去求阿婆啊吼，把你救出来。啊，阮阿爸那着开五十万，把你赎身啊。啊，伊五十万，真实是恁阿爸摕出来哦。嘿啊，你唔知影哦，阮阿爸哦嘛甲我同款，拢对伊足好个啊。捡角啦！人讲虽然老母生的啦，
娶某是某生的啦，都还袂娶过门啊，就安尼。哦，而且后摆来我生一个囝，啊，毋是当日到风台啊，亲像除夕大药安尼咧。阿爸，阿舅，阿母，你家己细细念咧念啥？无啦无啦，我是讲啦，娶你这款的做新妇吼，家庭一定足幸福的啦。啊，你食饱未？今嘛无人煮，我要倒食。我给你挂物件来，给你食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我给你倒起哈。阿伯，吃吃吃吃吃。阿拉姐，哎，我咧想想哦，啊，无啥物妥当咧。我看哦，这50万哦，我搁摕到阿辉啦。好哦，是讲你摕去，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讲这个讲啦。这款钱哦，我实在开了足唔甘愿的啦。阿爸爸，啊，你是啥物代志咧？唔甘愿？我，无啦，我是讲哦，你予我歹人欺负哦，我足唔甘愿的啦。所以我决定这条50万要开，阿婆，你替你处理。哦。无，你是搁哭啥啦？我都讲跩钱摕去予人，你就无代志啊。我会当嫁来吃，我感觉足幸福的啦。自细汉，我都让袂去查某囝，老张的吼，那看我会欢喜，就好；啊，若袂欢喜，就照三顿甲我拍。有当时啊，咱嘛无话吃，你无看我拢五个营养不良，拢袂大。啥？你啥时有影遐可怜咯？这届我是足好运的，敢那袂输咧底是巴拉咧，去我得着，唔只拄着阿杰啦，对我这么好，对我这么体贴，啊，搁拄着爸爸你，对我这么关心，啊，搁为着我开这50万。哎呦，你免伤心啦，这50万小寡代志，人讲钱了人无代，啊，你来你当解决，啊，无代志安就好啊啦。李红，阮阿爸即摆咧讲，你有了解啊？吼，有啦。啊，有你来，搁咧哭啊！我欢喜啦，我欢喜讲我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家庭。阿爸，我给你穿好啊，当我吃。好，因爸腰甲大肠过小肠，也无人通煮我吃，即摆有通吃。安尼这是幸福啦！神经个啊，听讲你要来找我，我惊一个了。紧转去洗身躯、换衫，休一个香水车起来见你。阿哥，我咧等遐久，歹势，坐。长寿啊，免遮尼搞勒索啦。哎，那你用这款勒索用在我的身上哦，伤过拍算。无你安尼是安怎讲？你呀，讲的是一套。做的是一套，要若你这招吼，我看太侪啊啦，软中带硬哦。嘿，我唔是袂晓算呢，是因为我想开啊，无想要阁算啊。啊，我也希望讲吼，你赶紧收脚洗手，莫安尼参像鸟鼠啊咧。你是啊，比连鸟鼠较冻，暗时才出来啰嗦。你讲啥？你讲我啥？鸟鼠啊！鸟鼠，对，我是一只鸟鼠，也不过我这只是金鼠。金鼠也好啦，山椒鼠也好啦，鸟鼠就是鸟鼠啦。过街老鼠你捌听过无？什么人看到就是要讲要怕啦。长寿啊，莫气到安尼啦。我今日来这吼，唔是要甲你讲这啦。这50万你收，放雷锋一条生路。哼哼，人讲出家人自卑为怀。陈经理啊，今日就当结婚无偌久尔，安怎？如果大发自卑，想要甲雷锋娶起来做睡衣哦，无问题啦。你的代志，都是。我的代志，你交代，放心，我担啦。免讲得遐尼轻松啦，我希望你哦，
我也无想要听，无想要做，请你莫讲出来。莫讲啥？是不是你去喷水合买两支迄个小件遐林清地的代志啊？那是你讲的哦。对啊，我讲的啊，啊你有听啊？我伫讲，你伫听，安尼规气去做做的，唔就好啊？要做呀，你家己去做啦，免讲少想要用这招来甲我激，无效啦。才五十万呢，要收你就甲收起来，要若唔收，同款也就要甲收起来。说，哼，不爱做，林伯干那么叫你做。爸爸，人是唔甘吃，要欠了给你吃呢。我唔吃啦，袂枵啦。哎呦，哪会袂枵啦？你拄透早到即阵，也无出去，也无吃物件，哪会袂枵啦？你是要做仙哦？安怎？我做仙，你当作恁咩夜盲鼠啦，徛云顶的？安尼。你真是不爱吃哦！不爱吃就不爱吃，你莫等咧六月挂菜加有心啦。好，安尼我只好我家己吃哦。家己吃，你好过啊！莫等遐熬路啦，起来起来起来！欠要让你吃，啊！你唔吃，你唔通讲阮的方无有效哩呢。好啦好啦，当作你有效啦，当作我五十万无白开啦，好。哈！你还讲你唔甘的五十万哦、喔？我唔是唔甘啦，我欢喜，我真欢喜，我甘愿啊。安尼啊，爸爸，安尼我买你买房间吃哦。哦，李红啊，走嘞！我的死呐，你目睭给我枪拍着，你咩坐伫遮，你敢无看到哟？哟，阿爸，你当时坐伫遐，我哪会唔知？我问你嘞，你偷走去倒来？阿爸。啊，我着迄鱼花吼，我拢甲伊参详好势啊。啊，明仔载我着要来开始卖鱼啊。有影无？嘿，你想着啊？我计是讲你等下厝里干呐洗车，或者准备财产要干呐开好大嘞。阿爸，莫安尼啦，你替李王哦开五十万哦，我会认真拍拼，安尼无眠无日赚五十一万银元，互你赚一万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唔只是我的友好囝，啊？阿爸，你食饱未啊？米都无嗲转来，米哪分人食啦？啊，无米哦。阿爸，阿爸，我即摆来去嗲米啊，啊叫李阳哦煮一顿啊青草互你食。等。啊，免啦。啊，我已经枵过头啊，听候你米嗲转来已经三更半暝啦。哇，安尼，无阿爸，不要紧啦，我陪你带只两个做伙互枵。免啦，李阳伫房间啦，你去甲伊做三鬼啦。李阳伫个哟。不急，阿爸，我你来哦。李红啊，李红啊，唉，了然啦。红红，阿杰啊，我进来呀。
啊，你家己一个在遮食面哦？对啊，啊，我家己一个人尔，当然嘛，我家己食，我不要贵食。无咯，啊，阿爸坐伫客厅，阿爸是贵哦。你讲的哦，我无讲哦。啊，这面像煮的哦。我煮的啊。啊，那刚才煮一碗尔。有啊，啊，我都有欠你阿爸吃，啊，伊都不爱吃。啊，你刚才煮一碗尔，阿爸一定唔甘吃，会让互你吃。所以哦，人我唔食足欢喜的，欢喜讲哦，嫁互你会当有一个遮尼好的大官。安尼定定枵嘛，不是办法咯。哇，阿爸嘞，阿爸哦！拄只看咧杜姑，我甲你查精神。你拄只你话我就知影啦，迄阵啊就互你查起来啦，互你惊查着我。那你嘛拜托咧，哎，是你家精神的咧，我哪会叫你啊？你神经过敏啊，莫牵拖为我遮来啦。哎，人讲无事不如三宝殿啦，啊，你的个性我也毋是毋知影啦，是一定有代志才来啦。哦，啊，无你哦，什么款叫嚣？有什么贵事？讲来听看麦，歹势，确实的，我唔是要来找你，啊！阿静啊，阿爸，你当时来？拄只来，一个来安尼啊，恁阿爸就甲我咧排面小看，啊，讲话伫咧相杀啦，甲恁要倒口正些。哎呦，袂啦，阿爸，我阿爸家己一个伫厝，都拢无人甲伊讲话，啊，伊即摆看到你来吼，欢喜甲连困都无困，安尼，较紧爬起来，甲你搭几句啊，还是你？叫这高情呢？啊，那别人哦，一连吵都歪吵。我无遐伟大啦。阿来啊，这不是伟大无伟大啦？你爱怎样呢？其实我坐伫遐有阵真无聊呢，心肝内想打，你唔知来啊袂啦？结果你来，我是上欢喜个呢。你安尼唔知我的期望值，你还跟你讲啥？歹势啦，我是在枵我头壳戆去，所以才唔知你的期望值啦。啊，我甲你核实个啦，因为。哦，你在是你啊，阿健啊，嗯，啊，看有啥物嘢凊彩传者到遮咧，无即嘛咧靠腰安尼，你若无传到遮，传到讲我遐尼无量哦。你干咩点伊？你咪你家婆无咧代志。阿健啊，嗯，唔呀啦，我是在大堂也我过小堂啊，你出来有啥物物件无？凊彩一遮咧就好。爸，嗯，好啦好啦，太水呢，你不是林苗啊，无什么菜。喂呀喂呀，你都食了，哇，你比三斤还要好食。可以啦啦，你是阿爸你巴肚枵吼，啥物你嘛感觉好食。嗯，是啊，阿是的，你做好煮了，你煮的菜哦，我拢会合。阿爸你啦，哎，豆豆食吼。你有想要啉一杯无？哦，一杯哦。袂歹啊！哇，噶恁那遐好比赛，恁要再啉一杯落来，你是啤就是平话啦。哎。到我啉酒是啉几十年啦，伫阮家啉烧酒的味，我搁闻无着，我都无咧一股恼烧过。放心，做你啉无要紧。阿强啊，我咧看甲恁阿爸斟一杯，也无伊哦，伊今年去甘要怨叹啊到明年。袂，我袂怨叹，我顶多会感谢你哦，因为你来，我唔只有当啉一杯。嘿，阿爸，我也无讲要听到你啉啊。嗯，你难看呢。我以为我无，大细心哦。你看，你看，恁阿爸讲袂怨叹，即摆咧怨叹你啊啦。哎，我啊，你甲差不多而已啊。你卖这么乱搞小搞。哎，阿健啊是我的新妇呢，我是安怎会怨叹？
前夫敢咧笑我咧，阿克嘛是我新妇咧，敢那唔是啦？那即卖你的新妇就是迄个丽红啦。好啦，你卖咧讲咧破路啦，你卖咧讲咧破路哦，你卖咧几百岁，用要对新我啦？你妹妹等下来拼。大爷，哎呦，你遐尼歹性地是要创啥物啦？啊，你安尼哪有资格当做人的大官？人咧讲上不正则下歪啦，啊！你家己都遐尼无修养啊！当年恁新妇你咧讲，新妇安怎？哦，三八搁假贤惠啦！啊，哎，无，这句话是你讲的，啊，我是捡来讲给你听的，娘呢？我跟你讲啦，我的新妇我要安怎骂会用你啦？别人若要骂伊哦，我无用武你，免得跟你拼啦！哎、欸，啊，我是将你的话捡起来讲给你听啦，娘，安尼你敢要吐这下的？啊，要拼？啊，拼了就拼啦！哦，你先是吐落去。啊！我是干嘛？哎、欸，啊！就是就是安怎？来来来来，阿爸，阿你两是过来安怎咧卖啊？来来来来来，那囡仔咧，卡袂着咧冤家啦！你卖你卖啦！你卖啦！你卖！妈呀！你啦，阿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哼，阿爸，阿坦，你甲阿奶前两个哦是老乡老弟啊，莫为了小可代志咧冤家啦！来，饮酒，饮酒啦！我甲你倒啦。来，阿姐，饮一杯，饮一杯啦。爸，来啦。我敬你啦。唔免啦，我敬你啦。拄只歹势啦，是我先出酒的啦。还我讲的啦，有较歹听哦，希望你多多包涵啦。无啦，你来才是客啦，我嘛不应该甲你大细声，啊那招待不周才原谅啦。阿兰姐，我小舅袂记，你摕我的钱遐五十万啦，我已经摕去给伊啦，以后就平安无代志啊。安尼甘要白白开五十万啦，无输咧甘要挂吧啦，要愈收愈唔甘愿啦。迄若毋是阮阿吉啊伫咧介意哦，迄款新妇哦我。啊，我听你讲，你钱摕给因都无代志啊，敢有遐尼简单就解决？当然也是无遐尼简单，当时有甚物款人你也毋是毋知影。钱是摕去啊，啊嘴讲哦无代志哦，也毋过我咧想哦，后壁毋知要阁变啥人。哈，我阿婆，安尼要安怎？咱袂用目睭金金看阿吉拉甲雷锋。捡东西应该拆散，啊！不过我嘛无爱你因为出这件代志，搁掠入去做老母。不会啦，你莫急啦，我即马哦也要看出办事啊呢，我袂想较早哦遐尼冲动啊啦，啊！你捌甲我讲过，讲咱做代志呢是凭良心，天公伯也甲咱疼疼，啊是安怎？你即马决心买心向善，哪会遭受到遮尼大的阻碍甲考验？天公伯啊，拢无甲你疼疼。若无你的情，我甘愿一生孤创啥？我是恁某啊，我着爱搭安尼啊。我是恁某，你着袂用搭别人的相片，一定爱搭我的。安怎？你唔甘笑？伊已经别人的某安尼。好啊，到这来啊，要煮要煎，顾在你啊。
讲一声，要给你带回去啊！人不是已经提五十万去替我上身啊？五十万啊，五十万在这啦！你想五十万就会当给你上身了？你较早睏的呀！阿杰啦，五十万在这哈。阿杰啦，你若爱敌人哦，叫神经来找阮大哥。阿杰啦，阿杰。阿杰，你怎啊？我们要去拜托阿伯救丽红啊！袂去，阿伯说说实话啦。我叫你袂去就袂去。阿伯，我知影你无介意丽红啊啦，我丽红啊是我的某啦。你即摆你唔甘去五十万啦，对无？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叫你不准就是不准啦。我家己准啦，即摆啥物人甲我讲都拢无路用啦。那个阿伯，好嘛？你甲阿爸有死啦！如果你甲阿爸无死，你举刀哦，甲阿阿妈滚的哦，我是甲我要去啊！哎呦，阿杰啊，阿爸唔是咧唔甘伊五十万啊！阿爸虽然无嫁迄个丽红吼，但是我嘛无遐歹心，要好言多当去酒家。不过你爱记咧，你唔当见色忘义咧，见色忘义，什么见色忘义啊？啊，你拄则无听到我唔正经在咧讲。因抓丽红主要就是要逼阿婆重出江湖啦！啊，你去找阿婆，阿婆若看到你这款的安爱狗面哦，要死要活，一定甲你斗三工，带丽红倒转啊啦！那安尼哦，阿婆就搁聊到做龙门啦，你知无？哈，结亲农家就是为着阿婆安做龙门一家迄雾煞煞哦！啊，你今麦搁为着你爱情叫阿婆聊落去，啊，你唔是干呐害着阿婆呢，害着因全家迄啦，你知影无？阿爸，免叫我，我不接你。我安尼敢真是见色忘义。你想看嘛？你为着迄个查某要害阿婆啊？我问你是，查某较重要还是阿婆啊较重要啊？哈？啊，你唔是安尼见色忘义？见色忘义，我见色忘义啊！但是我见色忘义。你我袂安怎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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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见识风雨。拢无食无困安尼，啊！今仔阿爸该煮一碗面，甲你邀好，紧食紧食，啊！阿爸，我规个头壳、规厝间内面拢丽红的形影，我要哪困会起，甲食会落？阿杰啊，唔通安尼啦！你若困落吼，你若安尼，阿爸讲我歹听，我歹听。阿爸，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小姐，
请你给我爱。丽红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找你啊！我即马要来找你啊！阿爸，我决心要来找丽红啊！啥？你是要讲啥？我要来找丽红回来啊！哎呦，啊你要倒找啦？天价遐大，你是要倒去海底蒙尖啦？不管伊伫天边还是海角。我一定要甲找甲到啦！好啦，要找去你找啦。我当作有囝啦，无囝嘞。你是安，逐工吼食饱，用先先无代志通我做心啦。啊，无安尼三番两次安尼一直找我麻烦，我到底是欠恁偌济啦？拜托个啦，做一个清清个啦。你是无欠阮啦，欠阮个哦是丽红啦。既然你要出面接手这项代志哦，阮有得尊重你，了解通知一声。是要通知啥个啦？丽红啊，甲我根本就无关系啊。哼，你讲无关系，安尼也好啦。丽红即摆人伫阮遐，嘿。效果安怎？你应该比我较清楚。丽华跟我根本就无关系啊！你讲无关系。安尼也好啦，丽华即摆人伫阮遐，嘿，效果会安怎？你应该比我较清楚啦。走。安怎？你不是讲丽红跟你无关系？对啦，无关系啦。不管你有关系也无关系啦，我甲你报一个消息，丽红即摆行情不是五十万，是五百万。嗯？
要跳海死，万一若叫人鼓起来，中水喊浮，搁足歹看的。啊，若要吊刀死，迄指啊拖遮长，万一若去人吓惊着，安尼嘛唔好。啊，若是讲要举刀啊自杀，哦，迄刀啊抬着搁足疼的。啊，迄血安尼豆豆啊流，豆豆啊流，会慢慢啊死。哦，安尼嘛足艰苦死的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要不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哦，保庇我对顶头跳落来。一声着我拗住，莫要死哪毋死的，拖啊慢慢啊拖，安尼会去害着阮阿爸。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哦，拜托啊！是你会叫阮的名。